去。勇者无惧，看电影的那个特点。你拿到了没？拿他刚刚好早上遇到的。因为我早上遇到的。没关系，我穷光没光，然后给你听嘛。这都太可怕了。那个夏之章，夏天盾哦，夏天盾哦，哦，你们可以开始比输了啦，对，你们可以开始比输了，比输吧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又打。然后被就站着啊，都还可以。哦，现在在上那个吗？他可以连输到。都是打比赛，然后就是。因为你要外面听说是什么，然后就是没有打掉的。多拉球，那个贵，1000多。前面是三张英雄卡，那三张英雄卡是弹限定的跟，没有了。很爽的用，因为都被吸在浪上。等一下，球攻拉起来结束。拉，等一下球攻，然后拍影结束。然后影片就2分钟，还3分钟，3分钟。多拉哥走一张。啊？多拉哥走一张，一张而已。突然，你要再打第二张吗？我只有一个账号。啊。光召唤吗？还攻击？哎呦！还有，我一下可以，没有成功的东西。拉，不会。今天初步，他没有初步。可以。
猴子蛮痛的，下周再去打六球。请问一张基本价多少？妈的，我上面的6000的100块都。他不想直接私信呢。哎呀，给他。刚才我给你说就刚。炸！哎呀，哎，好恐怖哎！刚刚36呢，37，三七，多一耶！好，先蹲下去。没事的。我。哦，我跟你哦，哦。不要啦。太高了，太高了。我也怕。不要吗？你要玩？不要，不用。慢慢玩。稳定局是不是？哦，拿不稳定的好了。想要。哦，没有，我不一定要舍命的啦。看看。我没有成功，怎么样？我有了。好诶，两个博士队首领，变三分熟，这个 B 站最爱剪的。看地球。我们加油！我们加油！我们加油！啊，各位，挂到一下就好恐怖。棒了，好笑。大不要了，大家不要再玩了。不会看的，没露脸。赖胜明，赖胜明。召唤卡发动。平仔平召唤，大换卡发送。野战都，但是我只会叫。悠悠悠，这样带一下，啊，他怎么样？还可以带一下。哇、哦。
啊，抓烂烂毒瘤啊。见了，八。拜拜。超好，超好。